如果看过去，最多一到八月有几个台风，最多可以发生23个台风，在1965年跟1971年。那今年呢，一个接一个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啊，真的是比较多。在西太平洋里面哦，我们很多的国家都必须跟台风共存。没有台风的话，其实我们就雨量就不够了，所以我们每年都要靠台风。大爱二台今晚10点，今夜说新闻。